王福安，咱先讲哦，来量的部分，主笔先出来。好，燕尾把它做好就好了。那这边集中在中武宫哦，集中在中武宫，上面稍微窄一点点，不要把它拉的，这里不要拉的太宽，左右对称就好了。那中间等分，这个地方可以做很多变化，可以把它齐平，或这里略低一点点，或略高一点点都没关系。那这边从中间略高，直接往左等高就好了。好，这样就可以了。来疏，这个疏跟疏远的疏是一样的意思哦，跟疏远的疏是一样的意思。它上面我们写竹的竹字边的，跟写这个偏旁的是一样的概念哦。好，这一个三角形又来，那这边直指下来就可以了。这边一样是竹的概念哦，一样是竹的概念。那这边我们正常是一个点或一个横都 OK， 它是一个竖横。好，可以这么去做。好，这里先写，再把中心点定出来。那这边顿提起来，好，再往上收。中心先定出来，轴心先清理出来。好，那这里对应，那这里下来空间里，然后一二三空间里，然后直接压出去，提起来就可以了。好，建结构较重一寡，因为它是比较封闭的结构，就稍微粗一点点。那重心是整个偏左侧哦，重心整个偏左侧，一样拉回来，推出去，提起来。那这边直接下压，这边直接侧比对的后啊，提起来，拉起来就可以了。来，鸡的部分横比，好，这边直接上去就好了，顺比上去的话，那上粗下细有点收肩的味道，推出去，往上挑，竖撇交接的位置往右拉，右点的部分，等高，左粗右细，啊，左粗右细。那这里距离不用把它留太大，因为我们在写楷书，这里是会贯穿，啊，割钩这里会贯穿，那我们在写隶书，这边一般是不贯穿的，啊，这个位置对应过来，不要太高。空间是差不多的，那直接这里写个三，顿一下，拉出来，往上提就好了。那这里对角软，挺一下没关系，好像低嘞 ，TA 这里交接位置挺一下，再拉出去，停住，提绷，做燕尾，这里对应下来，往左下角，停住，那再上来它的下方，点一下就可以了。空间是等分的哈，这空间几乎都等分的，这距离几乎等分的，哦，特别去注意。来卸或结，那这边角字边哦，积累一点弄右处理，那这里短短的进来就好了，这里一半，这个地方的一半，好，哦，拉下来，那这边齐平，等分空间。那有些这里有些会把它贯穿哦，但一般来讲我们是不做贯穿，但有其他的隶书的结构这里是贯穿的哦，那都 OK。那在王福安这里不做贯穿，那这里刀我们一样可以写这样的结构，也可以写阳哦，这个地方头的部分，那这边它变成它是写刀，那下面是钮，那钮的话我们在王福安它都会把它画一个钮的形状。那这边再横笔，中心再拉下来。好，它在牛字边啊，或者说牛的结构，它常会把这牛角的概念去把它做出来。好，这部分可以去注意。卸在竹来密字边一样，画个菱形。好，这里顿一下，提起来，这里再弧度来的话，那这边三个点把它写圆圈圈就可以了哈。那这里它是有点上下错位，因为下面这边平的，那在这一个交接位置过来，不要低于这个点，过来一半，格子一半拉下来，好，等分空间就好了，再从这里去带，收住，
高度不要落差太大哦。它虽然是有点上下缩，但我还是会把它稍微拉，这里再把它拉高一点点，不然掉的太低会不好看。来，谁颜志边？这个颜志边跟我们之前写的有点不一样哦。那之前我们之前颜志边是第二个横笔是长的，它变成最后一个横笔。哦，这是它的一个变化。那这里等宽口的部分跟上面的短横是等宽的哈、哦。那空间尽量去等分就可以了。那以这里过来略高，不要高过它哦。这个位置找空间去穿插，穿插到二三横中间，然后这里接下来就好了。竖笔一二中间，那这些笔画我们可以低哦。如果这边我们是做顶天的话，这里可以压低没关系，这里带出去等分空间就好了。那一样，这里带过来。这个横笔不要低过这里哦，不要低过这个口的下部分的横笔哦，高度有点错位。来 B 错字边，如果我们在写右上角结构，在写错字边你会不稳定的话，那我们就先把错字边完成。好，再来写。这地方微微上去，再微微再下来，哦，他在写普字头哦，这我们普字头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形。那这里接带上去，空间等温就好了。那这里接下来这空干嘛就一半一半啊、哦，过来，那这空间一样把它抓好，这里略宽一点点，好，一样等温空间，所以这里会有点往外飘，再带下来。啊、哦，这地方特别去留意轴线的部分啊、哦，轴线的部分。来，这一生命，索然无味的索啊、哦，十字头变成好像一个三叉剑一样啊、哦，变成这样子三叉剑。那下面那这样子，这样子，那这个帽子它变成停一下，这里直接往外带啊、哦，这完全转字的概念。这一样往外带，这是帽子的部分，下面是一个密字边，它一样就照常把密写出来。这里要不要连接都没关系，这里断开也可以啊、哦。那这边直接下拉，轴线聊后的后，好，这里往左，往右，空间呼应，空间呼应，空间呼应就可以了，轴线。好 ，G 居住的 G， 它左边、右边它是墙，右边来讲它没有拉出去哦，它所以它整个还是有点偏左，那它整体还是在居中的概念了、哦，它稍微这个四字它没有写到边边，它写到大概三分之二而已，那再从这里直接推出去，后面再装一点点，好，前细后粗，那这空间去把它抓住。这里再拉出去，以这个线段的中心去拉这个竖笔，那样一二三四空间都一样，不要比它宽哦，不要比它宽，关门起来，一二三四空间一样，这里的高低它还是有点错位。那如果说我们细分的话，一二三四五这五个空间几乎是都等分的，这边是比较收，这边放出去，啊这边。稍微注意，来再来写南门字边固定哦，就这样的一个概念呢。这里微微斜斜的，后面再一个大甩尾拉起来，那这边推上去拉回来，好，这里关好就好了。那这里的宽度去决定后面的宽度，哦，这距离一样，这里可以略小一点点没关系。这里往外，这里一样往外呼应，哦呼应，那这里过来平的直接。微微往外斜出去没关系，高度都呼应的。那下面这边结构再去带，从这两个结构去带，轴心，好，一样，一左一右，这样就好了。空间等分就好了。
哦，空间等分就那门这边就是这么去写而已，它这样的概念而已。来触的部分，触的部分五字头上面的概念会比较有所变化，那它这边它是把它用标准的方式去带，那这里直接带，这拉宽一点再拉回来，这里比较窄，那这里直接出去一样上细下粗，那这里空间然后好一样上去下来，空间再抓好往上扬，这缝隙带一个短撇过来，轴心线直接拉下来就可以了，空间然后空间的部分沉一下再拉再提起来，好，这高度过来从这缝隙这里的一半微微斜斜的这里带过来，它的下方斜推出去，不要超过它，好，不要超过它，顶多跟它齐平就好，不要再拉出去了。好，这粗的部分，那这边结构有些会做改变，可能这里会变这样子，这里会变这样子也 OK。好，这里变成下来，这里再过来，那这里一笔贯穿，这里这样子也 OK。好，五字头这个地方我圈起来，这两个地方可有可无，好，可有可无。来沉三点水，让它有点放往外拉回来，这边是一个弧度，这边有一个弧度，这边往左往这方向带补这个空间，因为我们如果往下这里空间会很大，那这边拉过来直接折回来就好了，短短的折回来，它的正下方一样，这里带到它的下方起来，这一段中心直接下压，地雷下压，还没到它的位置就转弯了，压下去，提起来就可以了。高低的部分，那这样子这个空间跟这个空间才会相近啊。那这里略小一点点，因为这在中宫的地方让它紧凑，这两个地方让它稍微松一点没关系。好，再来墨，来墨这个黑字啊，黑字它我们可以把它写的比较可爱啊。这边重的下来没关系，好，接拉下来，那里面的点先不管它，我们先把其他的先完成，好，那这里再多一个，好，这里眼睛的部分再把它补出来就好了，好像再画一个人一样，那不要低于它，高度在这边停一下下压，好，这里直接拉出来，不要低过这里，待在这个位置就好了。那这里再下压出去，也不要低过它哈、哦，提起来。那这点再把画个两个圆圈圈就可以了。这地方的变化比较大哈、哦，这个地方是黑的部分，哦，黑的部分。那它这边正常来讲，这里应该是我们正常写应该是这样子哈、哦。那他把中间这个地方也把它变成火，啊，所以这里变成两个火的原因就在这个地方。来，再来即墨的即，来下面的熟的部分哦，我们先把熟做一个讲解。哦，熟的部分，来第这一笔是第一笔，啊，这里撇笔出去，再来横笔的部分。过来嘞，这里，中间先，再来才带到这个竖，好，这里再带一点就好了。哦，这是熟妇的熟，所以我们如果写熟妇的熟就这样子啊，好吗？啊，这里如果多三点水，就变熟女的熟了。哦，这如果多三点水，就变成熟女的熟了。这样懂了、哦、所以我们在写淑女的淑，写草书行草书的时候变成是这样的一个情形，会这样子写，那接量哎，这样子过来向过去、哦、会变成这样子，三点水，然后点撇横，这个横笔我可以点在这里，也可以点在右侧，也可以直接压在上面都可以哦，这部分特别去注意到。好，那我们就知道了哈、哦，那我们就把即墨的即加宝盖头而已哈、哦，加宝盖头而已。好，这边
这里那直接很洒脱的转一下弯而已，那这里好像写一个弯，乱转个弯出去。好，这里缠头燕尾，中间先写长一点，两侧短一点，再来一个算是竖钩的一个感觉，这里再压一下就好。这里不要压下去跳起来，会变成燕尾啊，这个地方这样就不好看了，我就急。那这个地方可以多变的话，比较直挺挺的，我可以这样子稍微勾一下，啊，这里稍微帮它有个曲折一下。来，再来吉鸟的鸟，宝盖头，下面有伸展，所以上面的帽子相对的就变小了啊。这个地方比较没有伸展，所以帽子做大；下面的地方有伸展，所以这个帽子变小小的。好，这里要扭回来没关系。来，羽毛的鱼，把它记住，这里等分。加波特甩，哦，把它封住，这里再推出去，一样上出，上细下出。好，那下面应该是三撇变成大小的小，好吧。那这个地方特别去留意，这个地方如果不见了，这里如果是拉长的，就变成料。有没有？哦，只是这个地方改变，这个地方改变而已。哦，所以料的话是这里拉长，这里不要有，就变成料了。那再哈，好 ，OK， 万福安德我们讲到这边。